下面是 Ushun 系列 No. 3，我们叫做黑标，这款是巴基斯坦产，所以它的这个水洗标号标有区别，跟刚才的有区别。刚才的是黑色的布艺的织带，巴基斯坦产的呢就是普通的水洗标，称它为黑标。然后它的优胜是有红色镶边的，这款巴基斯坦产的呢它是有漂白了，所以它更白一些，质感上也稍微有点区别，它的密实度上有点区别。在这里强调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很多人他问为什么日产的会有 Made in China 这个字样在上面，是因为日产的跟中国的供应商他有合作，那么他们都是把所有的产品加工好之后回到日本仓库，然后再往各个国家的分销商去出口，所以说虽然是有 Made in China， 它的原产国有 Made in China 字样，但是它也是日产，我们称之为日产。